神采棉棉糖，谢谢 City Color 彩妆冠名赞助本节目。欢迎独家视频合作伙伴优酷土豆视频同步观看节目内容。我是 Sally 吴珊如，我是小鬼黄珊。哇，我们今天邀请到史上最细皮嫩肉的来宾，而且我相信观众朋友们看到也会觉得哇，他也太可爱了吧！而且你刚刚说那个什么细皮嫩肉的，对啊，怎么了？的确，他们两个太嫩。他们是谁呢？赶快欢迎我们今天的疗愈宝贝！欢迎。全才艺 Twins 美眉，四手连弹，跆拳道 ，Bikini 热舞，真功夫，疗愈系天妹，左左右右。好多地方拍这个，他们两个完全我的菜啊！哎，这样对吗 ？Hello， 没有，他们才是我觉得真正的女神哦。因为女神就是要温暖的人心。你看公司刚刚前面一段讲载歌载舞多可爱，对啊，好厉害，超专业的。谁是左左？举手举手，这位是左左，那隔壁这位呢？我是耀耀。哎，等一下，我刚好问了一个还蛮白痴的，刚刚说是左左，然后我就小小声的就说，哎，问这什么问题啊？这左边不是左左。哎，那你们两个都怎么让别人分到底谁是谁啊？我有一颗痣，痣是在掌心的痣吗？你的痣在哪里？右边。右边。在哪？在脸上吗？嗯。哦，真的，你可以比给姐姐看吗？真的有。哦，这样子哦。哦，所以姐姐没有。有痣的是左左。有痣的是靖晨。有痣的是靖晨。你是靖晨，不是？你是佑佑。你是佑佑。佑佑 ，OK。那我问你们两个一个问题，嗯，你们觉得你们自己长，你们长得像吗？不像，不像。真的吗？佑佑，你说说看，你觉得他丑吗？不丑。你觉得你们两个哪里不像？笑的时候。笑的时候，真的。来，你笑一个。一二三，笑。来，左左。真的不像哎。真的哎。真的不像哎。有稍微。然后还有眼睛。眼神。眼睛怎么样？一个有两只，一个只有一只是吧？不是。谁有一只眼睛啊？眼睛比较大，我的眼睛比较小。哦，你眼睛比较小。那左左，你觉得佑佑比较漂亮，还是你比较漂亮？我佑佑是可爱。啊，因为你是 I'm beautiful。I'm Q， 对，你是 Q， 对不对？好， oh, okay. 这一本写真集，你们觉得最棒、最喜欢的是哪一张照片？
来，左左你来跟我说。翻过来，过来，过来翻。翻到你最喜欢的。最喜欢海边的。最喜欢哪一个？海边的吗？我喜欢海边的，还有那个。他们很喜欢讲悄悄话。你们两个。我在海边的，海边的，海边的是这一个。我觉得碰到小朋友啊，这忍不住讲话，还有这张。这个是谁？这个是谁？这是谁？佑佑。插花佑，给大家看一下，太好笑了。他喜欢佑佑这张。哈哈，宠家家大哥吧。出卖自己的妹妹。太可爱了。刚刚他们说他们喜欢海边的。嗯。然后我喜欢那个。你也喜欢玩球的，玩球的，玩球哦，玩球的很可爱的感觉。好，那你们先坐着休息一下。先坐着，谢谢你送我们书，好棒哦！这写真集太可爱，太疗愈。好可爱，回去翻，回去翻。对啊，我们今天有请到你们的妈妈来，两位妈妈都来现场，让我们欢迎左左右右的妈咪们，欢迎。嗨，美人姐，好久不见。甜品，你好，宝贝们，请坐，跟你坐好不好？两位算是这两位可爱的宝贝在演艺圈的妈咪啦，是吗？对不对？一点点，我觉得非常光荣。他们很可爱，为什么 Melody 是他们的妈妈嘞？其实因为那时候他们刚刚出道的时候，可以算是出道的时候，他们受邀到美国去上 Ellen DeGeneres Show， 上那个 Ellen 的 Talk Show， 然后那时候我的公司就问我说我愿不愿意陪他们去当他们的算是翻译。雨薇其实是左左右右的经纪人，是，但是也算是妈妈了。我觉得每天要照顾这样子的小朋友其实是很辛苦的，对不对？其实我很幸运，他们的妈妈把他们管教得很好，所以他们两个都很乖。那他们自己喜欢表演，所以在工作上的事情跟他们讲，他们很聪明，所以一讲都会懂。所以其实在带他们来说很开心。不过其实左左右他们刚出来的时候不是说直接就出来表现给大家看，他们在网络上有一支非常红而且是爆红全世界都看过的影片，今天也要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左左右右爆红的影片哦，看一下。跆拳道的衣服啊，那个时候几岁？看起来好小哦，3岁哦，3岁而已。现在几岁？现在嘞，6岁。6岁哦，准备要上小学了，对不对？对。那穿跆拳道衣服，然后旁边的亲友爸爸妈妈一直在那边打打踢踢揍他打打。你们有觉得大人很扭曲吗？很奇怪吗？不知道，没印象，对不对？哦，扭曲的意思呢，就是形容姐姐身边这个哥哥。你这样。其实，扭曲好难解释啊。小朋友这样，他们不懂啦。这样很奇怪的意思。你们还记得那个时候的这件事情吗？还是你们已经忘记了？那时候太久了。还记得。还记得哦。那请问一下，雨薇有小朋友吗？我没有。你没有？那 Melody 有两个女儿，对不对？那你看到这样子，会不会很希望自己的小孩也可以训练成这样，或是你想要再生双胞胎这样？哇啊！
我可能没办法。你看那个蛤子，很真诚，有点惊吓这样子。嗯，对，我两个就够了。那我看他们，我觉得很可爱，但是我觉得这是要天分的，我觉得这是没办法训练。其实我们那时候在美国上节目，他们真的都不紧张。然后那边那时候也请了一个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啊，这个啊舞蹈老对舞蹈老师教他们舞蹈，然后就是很快，什么都很快，所以背舞啊、记舞都是非常好。出发前他们有没有做一些英文的训练？哎，对呀，你们会讲英文吗？Can you speak English? 那不然 a little bit, yeah. 会不会一点点？你们去那个美国的时候啊，然后有一个外国姐姐在你们面前，你们那时候不会紧张吗？不会哦。真的假的？那 Sandy 姐姐现在用一点点英文简单的访问你们，好不好？好。小鬼哥哥其实也是可以当翻译的。对，我可以翻译。那 Sandy 姐姐讲，让小鬼哥哥翻译好吗？好不好？好吗？好。那 How are you？ 你好吗？好。OK， 那我问跟跳舞有关的问题，好不好？好。Have you ever thought of trying to upload this tutorial of moonwalk on YouTube？他说的这一段其实我也听不懂，太难了。哦，好了，好啦，你就没有礼拜嘛。等一下我再告诉你哦。OK， 其实他们真的很厉害。我知道我看到 Alan Show 的时候，他们也很可爱哦。明明 Melody 在旁边帮我们翻译，他们都可以用一点点英文自己回答 ，I'm beautiful， I'm cute， 然后呢？等于说 Melody 只好再翻一次 She's beautiful and she's cute， 你知道吗？真的很可爱。他们已经扬名国际。对呀、啊，真的很厉害。我们刚才看一下他们在美国的时候上 Alan Show 的影片。看一下。You look very, very much alike. And how do people tell you apart? I am beautiful. I am cute. 你知道你脸上有什么吗？爱心的花吗？迪士尼玩啊？对，我们有去看游行。哦，看游行啊！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卡通人物？小美人鱼。小美人鱼 Ariel。我最喜欢长发公主。长发公主，我也很喜欢她哎，她金色的头发，对不对？嗯，我们有去米妮的家玩，还有跟米妮照相，还有签名。哦，真的。看到每个东西就是签名。哦，看到每个东西要签名。啊，那你们这次去美国有没有觉得什么事情你们很难忘，觉得会一直都记得？我不知道难忘是什么意思。就是会一直都记得的意思。他们还小，他们哪知道啊？坐飞机嘞？忘不了的。坐飞机你们会怕？不会，就可以吃棒棒糖。哦，飞机有棒棒糖？不是，就是自己带糖果。哦，自己带棒棒糖在飞机上。那起飞的时候你们有看窗户吗？有。好酷哦。好玩吗？因为起飞的时候就会耳朵痛，所以就吃棒棒糖，然后降落的时候也吃。他们很可爱，他们一下飞机我就想说那你们要吃什么，然后我想说小孩应该最喜欢吃汉堡跟薯条，我自己也喜欢吃嘛，美国加州不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对，因为很有名的汉堡，然后我就跟他们讲，我就跟妈妈讲，跟雨薇讲，跟两个小孩讲，我说我要带你们去吃一个很好吃的汉堡，是不是？然后我就一下飞机我就叫那个车子开到那个汉堡店，然后一下去他们就这样，我还一人点一个，我想说他想咬了两口就说我们想吃虾，想吃什么？虾子，还有吃虾，还有牛排。然后说好成熟的口味，真的耶，我们想吃虾，
Melody 阿姨有酒吗？对，等一下，你们目前为止啊，在演艺圈，你们在工作的时候看到最帅的哥哥，你们有印象吗？有没有？我想就是相当直接的一你们不是有去娱乐百分百看到卢志祥？有没有？你觉得他帅吗？小猪哥哥，小猪哥哥帅吗？帅吗？那小猪哥哥比较帅还是我比较帅？你真的要问这题吗？不行吗？哦，好，可以，可以，可以。不敢答，他们不敢回答。没关系，你们可以直接说，还是你要过来跟 Sandy 姐姐讲？你偷偷跟他说，好不好？是不是？他们不敢得罪人。可是他们不知道帅是什么意思。妈妈真的训练得非常好哎！这一本可爱的写真册里面所有的照片，有跟他们沟通过他们要做这些事情吗？之前会跟他们沟通，对，所以他们觉得每一个都好像在玩，尤其在海边玩到最后，他们都不想回去。他们真的很专业，因为刚刚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啊，他们自己就站着这样，一般小朋友就是笑，有些还会很紧张啊，他们都要笑一笑哦，还说花。爱心，对，裙子，然后就自己，然后我们俩就在旁边，哦，好花，爱心，他们非常非常非常的专业，所以他们是从小就喜欢拍照这件事情，他们喜欢表演，然后因为他们喜欢表演，所以妈妈会记录嘛，记录他们一些私底下的生活，所以他们对镜头是不陌生的，是，对，所以大家会觉得好像他们很专业，是因为他们从小就看到镜头，然后喜欢表演。你们谁是姐姐？我左左是姐姐。那佑佑，你会听她的话吗？会。会哦。你会觉得她是姐姐，要听她的话，这样吗？是吗？我说是听妈妈的话。听妈妈的话。她想说，我干嘛听姐姐的话？不过找我一分钟之类的。他们两个因为是双胞胎，其实有很好的默契。像因为我们在台上或是在做访问的时候，他们常常自己会自言自语，然后说悄悄话。对，我觉得这是最可爱的。我觉得这是只有双胞胎才有的一种互相的默契。像刚刚他们两个也是就在嘀咕嘀咕，然后你问他，我会说，那你刚刚跟左左说什么？我不告诉你。会讲得很可爱。对啊。那你们今天还要不要唱一首你们的歌？好像叫做 Barbarian， 是不是？不是，不是吗？不是，是八八八八中文版的。哦，中文版的八八八。中文版。哦 ，OK， 好好好。交给你们喽。交给你们哦。来。心情很嗨嗨，跟我 say hey hey， 训爸爸妈妈一。
有出去买过东西吗？没有，因为还太小，对不对？对，所以要买东西都要请干妈啊、妈妈或者是雨薇姐姐带你们去，对不对？对对，可是我们制作单位啊很残忍，直接要求两个小朋友去买东西，而且还录成影片，赶快看一下，左左右右出任务喽。大家好，我们是左左右右，我是左左，我是右右。南门市场成立于民国前五年，是台北历史最悠久的公有传统市场之一。市场内南北杂货通通都有，从来没有单独到传统市场买过菜的超萌姐妹花，在制作单位的精心规划下，来到历史最悠久的南门市场出任务。今天的任务将不限时间，只携带500元，要购买一把葱、两颗芒果和一盒八宝饭。长长的葱吗？嗯，在地下室。你从这边直走，左转，下楼梯。好，那我们走吧。走吧。你有没有看到葱在哪里？啊？你有没有看到猫在哪里？猫啊。葱。葱啊。在这里。一把就好。啊。这里够不够？够。好，还要什么？我帮你装起来啊。好，这里面有这，我们可以不用，我们这里有。好。好。我们在，谢谢老板。好。我们走吧。啊。老板多少钱？好了，那么可爱，不要钱了。在一楼。好，在一楼，从这边直直走上去。好，好，拜拜，拜拜。有荔枝哎，我们问问看老板。老板，老板这边有没有芒果？你有没有卖芒果？有。那你可以告诉我哪个地方有？是哪？芒果。我们买两个芒果，切两个好不好？好。好。两个几块？两个90块。90。那我们，那我们可不可以用100？可以。好，给你，谢谢。那个我觉得好多，可以一起提一下吗？好啊，我们一起提吧。八宝饭，啊，这就是八宝饭。好，这就是八宝饭。好，刚才说这里。啊，没有，刚刚这个是这大人才能吃，小孩子不能吃。大小孩子吃八宝饭在这里，这才是八宝饭。我们是，现在装好了。那你要叫你妈妈过来买哦。但是妈妈她说她不能露脸。走光了之后，就要过来买就好了。就说徐叔叔想认识妈妈，这样可以吗？那我先买，然后再买给妈妈就好了。不行，你妈妈要过来。那我们有钱。我知道你有钱，那我不想要你们的钱。那我去拿妈妈的钱拿过来。哎呀，好啊，那你再去拿。爷爷，我请你去拿好了。好。妈妈。请你
300哦。嗯。好，那不行哦，这样不行哦，这样叔叔会亏本生意哦，这样不行哦，叫你们妈妈过来好不好？嗯。那妈妈也不行哎。好，那如果不行的话，那你们唱一首歌给叔叔听，叔叔会给你折200块，好不好？这样可以吗？可以，可以。好。大声的唱，送你送你送你，一定会为你为你为你，只要有你和我们在一起，左左右右永远永远在你左右。好好好好，那但是我觉得他们唱太小声了，我觉得你们想要跳一个舞给你看可以吗？可以。好，再跳舞给你看，我再多送你一点。帮你拿着，谢谢。不客气，谢谢。加油，大声的唱，送你送你送你，一起欢迎你，欢迎你，只要天天和我们在一起，永远在你左右。好，那就给你们哦。但是你们要答应叔叔一件事情哦，你们18年后再过来哦。有叔叔想认识你们哦。什么时候？那等你们20岁的时候再过来叔叔这边啊。好。好，好，来，给你们带回去吧。谢谢。啊，300块。我里面300块。好。只剩一个。好，叔叔又有再见哦，拜拜。拜拜。去市场买东西好玩吗？好玩。那以后还想不想要再去？想。下次不要遇到怪哥哥，遇到怪哥哥拔腿狂奔，赶快跑就好了，知道吗？妈妈躲起来，你们很害怕哈？怎么办？他们要看妈妈，不让你们买，会不会？那一跳舞，他们就给你折200块，对不对？对。有没有很开心？有。后来你们在表演的时候，有人把你们篮子藏起来了，是不是？嗯，然后。之后他就藏在柜子里面，他的柜子，因为我猜应该在柜子。那你们后来自己找到？但是那个他们不能翻别人的东西。妈妈说不能翻别人的东西。哦，那怎么办？所以他就说好，那就买一个糖果，嗯，200块，可是那个。把别人的东西藏起来，然后跟他说：“你买我的东西，我再把你的东西还给你。”这是对了吗？那你们买哪一样东西的时候觉得最困难？就是那个八宝饭吗？对，因为他一直说不要卖给你们，对不对？对，嗯。啊，那你们后来买到有没有很开心？有。刚我们有讲说，因为他们其实从小就一直在面对镜头，所以他们对镜头是非常习惯的。对。不过我想也是妈妈是幕后功臣喽，虽然这个妈妈不愿意露脸。对啊。可是呢，其实妈妈在网络上也上传了很多他们小时候一直到现在的影片，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给观众朋友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看一下小时候的做做悠悠喽。哟，现在还会弹吗？忘了。那你们还有在练习钢琴吗？有。刚刚你们在影片里面有一个叫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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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那个是谁？悠悠。为什么你要这样子来搞笑？你太搞笑了，是不是？你戴泳镜是不是？那是泳镜。妈妈的蛙镜。蛙镜。那你为什么要 please please？ 为什么？因为他想吃肉松。那你现在可不可以用看看？
可以。那你现在很想吃一个东西，然后怎么办？要怎么要做什么可爱的表情？Buttermilk，please，Buttermilk，好可爱哦！我的天哪！那佐佐会吗？会。那你们俩一起呗，起。Buttermilk，please，Buttermilk，please，好可爱，我的天哪！好可爱。你们真的好好玩哦，而且你们刚才那个影片里面还唱歌，是不是？姐姐听过最特别的就是他们把泥娃娃唱成吉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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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帮你拍照的时候，你们会做可爱的动作吗？会。现在假装啊，哥哥是摄影师，然后要帮你们拍照，你们来中间好不好？好。可爱的连拍哦，好不好？ 好。第一拍来。哇，好厉害！第二拍。哇。好，笑开心一点。第三拍。好，第四拍。第五拍。第六拍。第七拍。哇哦。哇哦！小心，小心。哇，好厉害！好棒，好棒，好棒，好棒！平常在家里面是谁帮你们拍照啊？爸爸。因为我们刚刚有读到资讯说，爸爸是在大陆工作，在小时候，对，以前，所以比较少看到爸爸，是不是？对。有没有过爸爸回来忘记他是谁？没有。你是谁？爸爸回来的话，我们就会那个跑去抱爸爸。跑去抱爸爸。就要去撒娇啊！真的吗？你会撒娇吗？会。那你假装爸爸在旁边，你假装佑佑是爸爸，你跟他撒娇。爸爸。然后平常爸爸就会亲我们。好好哦。好好。有没有觉得很幸福？有没有？刚刚有讲说家里面的爸爸妈妈都会帮你们拍照，对不对？我们不可以一起看你们小时候的照片？可以。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哇，好可爱哦！真的好可爱哦！你们的小时候的照片根本就是那种，知道吗？给妈妈看，就是妈妈怀孕的时候看的那种可爱的照片。妈妈宝宝，然后贴在墙壁上的那种海报。哇，你们的嘴边肉怎么那么可爱？这个时候几岁？快两岁吧。快两岁的时候。还有别张吗？还有吗？我们来看一下。哇，怎么那么可爱？这太可爱了！你们自己分得出来谁是谁吗？知道，知道，知道。哪一个是佐佐？哪一个是蓝色的瓶子？佑佑是蓝色瓶子。佑佑是蓝色瓶子。你怎么知道啊？那我是粉红色。妈妈，因为妈妈每次就是一个蓝色，一个粉红色，就不会搞不清楚。哦，佑佑是蓝色。好聪明哦。对不对？很聪明耶。好，再来看看下一张。我们来看一下。哎呦，哦，怎么那么可爱？就是那个去大陆的时候吧。嗯，去大陆的时候要去吃饭的时候。小时候比较肉肉的那种，胖丁胖丁的，很可爱。真的很可爱。这个时候几岁？你记得吗？好像三岁。三岁哦。三岁的时候。那我们还有一张照片啦，我们继续看一下。哦，就是长大了。如果是长大五岁了，五岁了，你们头发这样越长越长，越长越长，都没有像姐姐小时候都剪那种很好笑的丸子头啊、香菇头，你们都没有剪掉头发、啊？没有，一直留，一直留长头发呀。我们有修一下，修一下，有修一点。就说你说不想剪是为什么？对，为什么？因为长头发都是长头发。你有听到？好专业、哦！你小时候这样吗？没有，长长的才是公主啊！没有，我小时候都是，好难过。他们是公主，超丑的。一个是长发公主，当然要长头发，对不对？嗯。一个是小美人鱼，也是长头发。嗯，真的喜欢玩短头发的。没有啊。我们现在新家有游泳池了。嗯。哦，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去吗？嗯，谢谢。星期天，星期天可以。星期天，我还好。他如果跟我说没有哎，没有邀你。还有一张照片，我们看一下。好。这是现在，6岁的时候。这就是现在啦。大明星啦。拍写真集拍完的时候就拍一张照片。对。哎，刚刚影片里面有说，哎，讲到你们喽。影片里面有说你们会弹钢琴，你们现在还会弹别手吗？你说王老先生忘记了，那其他的你还会弹吗？会。真的吗？那你今天可以弹给 Sandy 姐姐跟小鬼哥哥听吗？可以吗？可以。耶！耶！我们来听听看。
好棒！你们好厉害哦！那个琴键这么大，你们的手这么小，怎么弹？会不会弹得很辛苦，手好酸？就用那个跳过去跳。可是你们今天表现得很好，而且还带了好多不一样的表演给我们看，所以珊妮姐姐跟小鬼哥哥也当然有准备礼物要送给你们了，就是在旁边。Hello Kitty。你看好多人都起来看吗？来来来，你们可以自己挑哦，你们喜欢什么都可以自己挑，可以带回家哦。娃娃有铅笔盒，有水壶，一人挑一个，好可以吗？自己挑他们很害羞，这个是不是？好，你挑了一个文具组，是不是？又有选一个，哇，好棒哦！也一样，也一样啊！你回去会后悔哦。你确定要一样的吗？确定，确定啊！好棒哦！我们的吗？在影片里面，真的假的？真的，这么棒，太好了。那我们要赶快来看一下这个影片哦。不过今天也要先谢谢 Melody 来陪你们，谢谢 Melody， 谢谢。看一下左左右右给我们的礼物在哪里呢？大家好，我们是左左右右，我是左左，我是左左，我是右右 ，I am Q， 耶！欢迎，蜘蛛好。可爱的超萌姐妹花今天来到拥有百年历史的传统糕饼店，向大师拜师学艺做糕饼。我们来瞧瞧这两个可爱萌宝贝的手艺如何。好，那右右呢，我们今天就来做桂花月饼。好啊，左左的话我们就来做抹茶栗子。好，那首先我们先去来了解怎么样把这个皮完成，好不好？今天我们饼皮制作准备的材料有桂花、抹茶栗子、奶油、面粉，将材料分别倒入后经过搅拌即可完成。每个人拿一个那个饼皮来，我们一人拿一个，对，好，在你的桌上，我们把它压在我们的手上，好了，用手压把它压扁。哇，好，可以的，好棒，好，可以的。那我们把那个饼皮放在指尖这边，指尖这边，对，然后把馅放进来，把馅放进来，对，这边中间压一个洞，对，然后把这个豆，这个栗子又放一颗进来，两只手把它包起来，把它包起来，两只手把它包起来，好，然后呢，我们来搓汤圆，好不好？好，我们来搓汤圆，把它搓圆，好，搓圆，所以呢，妈妈把它放进来里面。好，来，那我们把它敲出来了哈。好，出来了。好，那我们再做一个。好厉害呀！经过一下午的拜师学艺，这对玩得不亦乐乎的萌姐妹花，到底会制作出怎么样的糕饼来送给两位主持人呢？让我们一起期待吧。这是我自己做的月饼。先去烘烤了哦，好不好？好。来，烤炉里面烤培养哈。好，我们等六分钟再来看，好不好？好。好，我们来看哦。哇！哇！原来月饼六分钟就可以烤好啊！甜点师傅，你做的吗？是吗？真的吗？要送给我们吗？对。耶！月饼。谢谢你，这是你们自己做的呀？对，你们好棒哦！好棒哦！看一下，哇，这是你们做的，好爱哦！谢谢你们哦！来，去做，去做。那你们去做月饼的时候，有什么让你们印象很深刻的吗？我不知道印象很深刻是什么意思。那你知道月饼是什么时候要吃吗？什么节？中秋节。中秋节，音乐一下的话，你们听到音乐是可以自己跳的吗？可以吗？就在那边扭屁股。那我们来中间好不好？那我们如果放别的音乐，你们也可以跟着跳吗？我们来中间试试看，跳自己想跳的就好。我们现在听到音乐就很轻松的跳舞的感觉。看看我们，好，跳哪一首？姐妹，好不好？好。姐妹，
掌声鼓励。小姐妹好可爱哟、哦！谢谢做做悠悠来我们成彩名人堂，那也谢谢余威带这么可爱的小朋友来我们这边，你们要好好加油，以后成为更厉害的人，好吗？好，谢谢你们，谢谢，谢谢，拜拜。哇哇哇，太可爱了，谢谢。他们真的很认真，然后又学琴，又学跆拳道，又跳舞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希望他们之后的事情就还是要很开心。我觉得小朋友就是要开心，开心最重要。祝福他们啊，希望他们的写真集还有他们的新歌都可以受到大家的欢迎。左左右右加油。谢谢 City Color 彩妆冠名赞助本节目，欢迎独家视频合作伙伴优酷土豆视频同步观看节目内容。我是 Sally 吴珊如，我是小鬼黄生。哇，我们今天邀请到史上最细皮嫩肉的来宾，而且我相信观众朋友们看到也会觉得哇，他也太可爱了吧！而且你刚刚说那个什么细皮嫩肉的，对啊，怎么了？的确，他们两个太嫩。他们是谁呢？赶快欢迎我们今天的疗愈宝贝！欢迎。全才艺 Twins 美眉，四手连弹，跆拳道 ，Bikini 热舞，真功夫，疗愈系天妹左左右右。好多地方拍这个是不是，他们两个完全我的菜啊！哎，这样对吗 ？Hello， 没有，他们才是我觉得真正的女神哦。因为女神就是要温暖的人心，你看光是刚刚前面一段讲载歌载舞多可爱，对啊，对对，好厉害，超专业的。谁是左左？举手举手，这位是左左，那隔壁这位呢？我是耀耀。哎，等一下，我刚好问了一个还蛮白痴的，刚刚说谁是左左，然后我就小小声的就说，哎，问这什么问题啊？左边不是左左。哎，那你们两个都怎么让别人分到底谁是谁啊？我有一颗痣，痣是在掌心的痣吗？你的痣在哪里？右边。右边。在哪？在脸上吗？嗯。哦，真的，你可以比给姐姐看吗？
欸、真的有、哦、这样子哦，哦，所以姐姐没有，有志的是左左，有志者是进城，有志者是进城，你是进城，不是，你是佑佑，你是佑佑，佑佑 ，OK。那我问你们两个一个问题，嗯，你们觉得你们自己长，你们长得像吗？不像，不像，真的吗？佑佑，你说说看，你觉得他丑吗？不丑。你觉得你们两个哪里不像？笑的时候，笑的时候，哦、真的，来你笑一个，一二三，笑。来，左左、欸，真的不像哎、欸，真的哎、欸，真的不像哎、欸，稍微，然后还有眼睛，眼神，眼睛怎么样？一个有一两只，一个只有一只是吧？不是，谁有一只眼睛啊？幼幼的眼睛比较大，我的眼睛比较小。哦，你眼睛比较小，哦、那左左，你觉得幼幼比较漂亮，还是你比较漂亮？我幼幼是可爱。啊，因为你是 I'm beautiful。I'm Q， 对，你是 Q， 对不对？好， oh, okay. 这一本写真集，你们觉得最棒、最喜欢的是哪一张照片？来，左左，你来跟我说。翻过来，过来，过来，翻到你最喜欢的。喜欢海边的。最喜欢哪一个？海边的吗？我喜欢海边的，还有那个。他们很喜欢讲悄悄话。你们两个。我在海边的，海边的，海边的是这一个。我觉得碰到小朋友啊，真的不用讲话，妈妈还有这一张。这个是谁？这个是谁？这是谁？佑佑。唱花佑，给大家看一下，太好笑了。他喜欢佑佑这张。这是宠家家大哥吗？出卖自己的妹妹。太可爱了。刚刚他们说他们喜欢海边的。嗯。然后我喜欢那个。你也喜欢玩球的，玩球的，玩球啊，玩球的很可爱的感觉。好，那你们先坐着休息。先坐着，谢谢你送我们书，好棒哦！这写真集太可爱，太疗愈。好可爱，回去翻，回去翻。对啊，我们今天有请到你们的妈妈来，两位，两位妈妈到来现场，让我们欢迎左左右右的妈咪们，欢迎。嗨，妹妹姐，好久不见。姐姐你好，天平，你好，宝贝们，请坐，跟你坐好不好？两位算是这两位可爱的宝贝在演艺圈的妈咪啦，是吗？对不对？一点点，我觉得非常光荣。他们很可爱，为什么台湾的光是他们的妈妈嘞？其实因为那时候他们刚刚出道的时候，可以算是出道的时候，他们受邀到美国去上 Ellen DeGeneres Show， 上那个 Ellen 的 Talk Show， 然后那时候我的公司就问我说我愿不愿意陪他们去当他们的算是翻译。雨薇其实是左左右右的经纪人，是，但是也算是妈妈了。我觉得每天要照顾这样子的小朋友其实是很辛苦的，对不对？其实我很幸运，他们的妈妈把他们管教得很好，所以他们两个都很乖，那他们自己喜欢表演，所以在公有，现在还会弹吗？忘了，现在忘了。那你们还有在练习钢琴吗？有。刚刚你们在影片里面有一个叫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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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那个是谁？悠悠，为什么要这样子？来搞笑，你太搞笑了，是不是？你戴泳镜是不是？那是泳镜。妈妈的蛙镜。蛙镜。那你为什么要 please please？ 为什么？因为他想吃乐松。那你现在可不可以用看看？可以。那你现在很想吃一个东西，然后怎么办？要怎么要做什么可爱的表情？爸爸妈妈 please 妈爸爸妈妈 please， 好可爱哦！我的天哪！那左左会吗？会。那你们一起预备起！爸爸妈妈 please 妈爸爸妈妈 please 妈，好可爱！我的天哪！好可爱！你们真的好好玩，而且你们刚才那个影片里面还唱歌，是不是？姐姐听过最特别的就是他们把泥娃娃唱成吉娃娃，吉娃娃，吉娃娃，吉娃娃。人家帮你拍照的时候，你们会做可爱的动作吗？
会。现在假装啊，哥哥是摄影师，然后要帮你们拍照，你们来中间好不好？好。可爱的连拍哦，好不好？ 好。第一拍来。哇，好厉害！第二拍。哇，好，笑开心一点。第三拍。好，第四拍。第五拍。第六拍。第七拍。哇哦！哇哦！哦，小心小心！哇！好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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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在家里面是谁帮你们拍照啊？爸爸。因为我们刚刚有读到资讯说，爸爸是在大陆工作。啊，在小时候，对，以前。哦，所以比较少看到爸爸，是不是？对。有没有过爸爸回来忘记他是谁？没有。你是谁？爸爸回来的话，我们就会那个跑去抱爸爸。啊，跑去抱爸爸。就会去撒娇。啊，真的吗？你会撒娇吗？会。那你假装爸爸在旁边，你假装佑佑是爸爸，你跟他撒娇。爸爸。然后平常爸爸就会亲我们。好好哦，好好，有没有觉得很幸福？有没有？刚刚有讲说家里面的爸爸妈妈都会帮你们拍照，对不对？我们可以一起看你们小时候的照片，可以，我们来看一下哦。哇，好可爱哦！真的好可爱哦！你们的小时候的照片根本就是那种，知道吗？给妈妈看，就是妈妈怀孕的时候看的那种可爱的照片，妈妈宝宝，然后贴在墙壁上的那种海报。哇，你们的嘴边肉怎么那么可爱？这个时候几岁？快两岁吧。这真可爱。还有别张吗？还有别张？没有吗？我们来看一下。怎么那么可爱？这太可爱了！你们自己分得出来谁是谁吗？知道，知道，知道。哪一个是佐佐？哪一个是蓝色的瓶子？又又是蓝色瓶子，又又是蓝色瓶子，你怎么知道啊？那我是粉红色，妈妈，因为妈妈每次就是一个蓝色一个粉红色，就不会搞不清楚。哦，又又是蓝色，好聪明哦，对不对？真的很聪明耶。好，再来看看下一张，我们来看一下。哎呦，哦，怎么那么可爱？就是那个去大陆的时候吧，嗯。去大陆的时候，要去吃饭的时候，小时候比较肉肉的那种，胖丁胖丁的，很可爱，很可爱。这个时候几岁？你记得吗？好像三岁。三岁哦。三岁的时候。那我们还有一张照片啊，我们继续看一下。哦，就是长大了。这个是长大五岁的时候。五岁了。嗯。你们头发这样越长越长，越长越长，都没有像姐姐小时候都剪那种很好笑的丸子头啊、香菇头，你们都没有剪掉头发。没有，一直留，一直留长头发呀。我们不想剪，修一下，修一下，有修一点，有修一点，有修一点。所以说你说不想剪是为什么？对，为什么？因为长头发都是长头发。你有听到？好专业。你小时候这样吗？没有，长长的才是公主啊。没有，我小时候都是，好难过。他们是公主，超丑的。一个是长发公主，当然要长头发，对不对？一个是小美人鱼，也是长头发。嗯，真的喜欢玩短头发的。没有啊。我们现在新家有游泳池了。嗯，哦，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去吗？嗯，星期天可以。星期天。我还好，他如果跟我说没有，没有邀你。还有一张照片，我们继续看。好。哦，现在是不是六岁的时候？这就是现在啦，大明星啦！拍写真集拍完的时候就拍张照片。对。哎，刚刚影片里面有说，讲到你们喽，讲到你们喽。影片里面有说你们会弹钢琴，你们现在还会弹别首吗？你说王老先生忘记了，那其他的你还会弹吗？会。真的吗？那你今天可以弹给 Sandy 姐姐跟小鬼哥哥听吗？可以吗？可以。耶！耶！我们来听听看。
作上的事情跟他们讲，他们很聪明，所以一讲都会懂。所以其实再带他们来说很开心。不过其实左左右他们刚出来的时候，不是说直接就出来表现给大家看，他们在网络上有一支非常红，而且是爆红，全世界都看过的影片。今天也要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左左右爆红的影片哦，看一下。跆拳道的衣服啊，那个时候几岁？看起来好小哦，三岁哦，三岁而已。现在几岁？现在嘞，六岁。六岁哦，准备要上小学了，对不对？对。那穿跆拳道衣服，然后旁边的亲友爸爸妈妈一直在那边打打踢踢揍他打打。你们有觉得大人很扭曲吗？很奇怪吗？不知道，没印象，对不对？哦，扭曲的意思呢，就是形容姐姐身边这个哥哥。你这样。其实，扭曲好难解释啊。小朋友这样，他们不懂啦。这样很奇怪的意思。你们还记得那个时候的这件事情吗？还是你们已经忘记了？那时候太久了。还记得。还记得哦。那哎，请问一下，雨薇有小朋友吗？我没有。你没有？那 Melody 有两个女儿，对不对？那你看到这样子，会不会很希望自己的小孩可以训练成这样，或是你想要再生双胞胎这样？哇！哎，我可能没办法。你刚刚那个哈，对，很真诚，有点惊吓这样子。对，我两个就够了。那我看他们，我觉得很可爱，但是我觉得这是要天分的，我觉得这是没办法训练。其实我们那时候在美国上节目，他们真的都不紧张。然后那边那时候也请了一个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啊，这个啊舞蹈老对舞蹈老师教他们舞蹈，然后就是很快，什么都很快，所以背舞啊、记舞都是非常好。出发前他们有没有做一些英文的训练？哎，对呀，你们会讲英文吗？Can you speak English? 那不然 a little bit, yeah. 会不会一点点？你们去那个美国的时候啊，然后有一个外国姐姐在你们面前，你们那时候不会紧张吗？不会哦。真的假的？那 Sandy 姐姐现在用一点点英文简单的访问你们，好不好？好。小鬼哥哥其实也是可以当翻译的。对，我可以翻译哦。那 Sandy 姐姐讲，让小鬼哥哥翻译好吗？好不好？好吗？好。那 How are you？ 你好吗？好。OK， 那我问跟跳舞有关的问题，好不好？好。Have you ever thought of trying to upload this tutorial of moonwalk on YouTube？他说的这一段其实我也听不懂，太难了。好啦，你就没有你办吧。对，等一下我再告诉你哦，等一下我再告诉你哦。OK， 其实他们真的很厉害。我知道我有看到 Alan Show 的时候，他们也很可爱哦。明明 Melody 在旁边帮我们翻译，他们都可以用一点点英文自己回答 ：I'm beautiful, I'm cute。然后呢？等于说 Melody 只好再翻一次 She's beautiful and she's cute， 你知道吗？真的很可爱。他们已经扬名国际。对呀、啊，真的很厉害。我们刚才看一下他们在美国的时候上 Alan Show 的影片。看一下。You look very, very much alike. And how do people tell you apart? I am beautiful. I am cute.
I'll do hard not. 你知道你脸上有什么吗？爱心的花吗？迪士尼玩啊？对，我们有去看游行。哦，看游行啊！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卡通人物？小美人鱼。小美人鱼 Ariel。我喜欢长发公主。长发公主，我也很喜欢她哎，她金色的头发，对不对？嗯，我们有去米妮的家玩，还有跟米妮照相，还有签名。哦，真的。看到每个东西就是签名。哦，看到每个东西要签名。啊，那你们这次去美国有没有觉得什么事情你们很难忘，觉得会一直都记得？我不知道难忘是什么意思。就是会一直都记得的意思。他们还小，他们哪知道啊？坐飞机呢？忘不了的。坐飞机你们会怕？不会，就可以吃棒棒糖。哦，飞机有棒棒糖。就是自己带糖果，自己带棒棒糖在飞机上。那起飞的时候，你们有看窗户吗？有，好酷啊！好玩吗？因为起飞的时候就会耳朵痛，所以就吃棒棒糖，然后降落的时候也吃。他们很可爱，他们一下飞机我就想说，那你们要吃什么？然后我想说，小孩应该最喜欢吃汉堡跟薯条，我自己也喜欢吃嘛。美国加州不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对，因为很有名的汉堡。然后我就跟他们讲，我就跟妈妈讲，跟雨薇讲，跟两个小孩讲，我说我要带你们去吃一个很好吃的汉堡，是不是？然后我就一下飞机，我就叫那个车子开到那个汉堡店，然后一下去，他们就这样，我还一人点一个，我想说，他就这样咬了两口，就说。我们想吃虾，想吃什么？虾子，还有吃虾，还有牛排。然后说好成熟的口味，真的哎，我们想吃虾。Melody 阿姨有酒吗？对，虾。你们目前为止啊，在演艺圈，你们在工作的时候看到最帅的哥哥，你们有印象吗？有没有？想就是相当直接的一点。你们不是有去娱乐百分百看到卢志祥？有没有？你觉得他帅吗？小猪哥哥，小猪哥哥帅吗？帅吗？那小猪哥哥比较帅还是我比较帅？你真的要问这题吗？不行吗？哦，好，可以，可以，可以。不敢答，他们不敢回答。没关系，你们可以直接说，还是你要过来跟Sandy姐姐讲？你偷偷跟他说，好不好？是不是？他们不敢得罪人。哎，他们不知道帅是什么意思。妈妈真的训练得非常好哎！这一本可爱的写真册里面所有的照片，有跟他们沟通过他们要做这些事情吗？之前会跟他们沟通，对，所以他们觉得每一个都好像在玩，尤其在海边玩到最后，他们都不想回去。他们真的很专业，因为刚刚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啊，他们自己就站着这样，一般小朋友就是笑，有些还会很紧张啊，他们都要笑一笑哦，还说花。爱心，对，裙子，然后自己，然后我们俩就在旁边，好花，爱心，他们非常非常非常的专业，所以他们是从小就喜欢拍照这件事情，他们喜欢表演，表演然后因为他们喜欢表演，所以妈妈会记录嘛，记录他们一些私底下的生活，所以他们对镜头是不陌生的，是，对，所以大家会觉得好像他们很专业，是因为他们从小就看到镜头，然后喜欢表演。你们谁是姐姐？我左左是姐姐。那佑佑，你会听她的话吗？会。会哦。你会觉得她是姐姐，要听她的话，这样吗？是吗？我说是听妈妈的话。听妈妈的话。她想说，我干嘛听姐姐的话啊？不过找我一分钟之类的。他们两个因为是双胞胎，其实有很好的默契。像因为我们在台上或是在做访问的时候，他们常常自己会自言自语，然后说悄悄话。对，我觉得这是最可爱的。我觉得这是只有双胞胎才有的一种互相的默契。像刚刚他们两个也是就在嘀咕嘀咕，然后你问他，我会说，那你刚刚跟左左说什么？我不告诉你。这样很可爱，对啊。那你们今天要不要唱一首你们的歌？好像叫做《Barbarian》，是不是？不是吗？不是吗？是八八八八中文版的。哦，中文版的八八八。中文版。OK， 好好好。交给你们喽。交给你们。来。
起来跳啊跳，脚屁变脚屁 yeah, Everybody One two three four 跟着我跳 One two three four 跟着我跳有出去买过东西吗？没有，因为还太小，对不对？对，所以要买东西都要请干妈啊、妈妈或者是雨薇姐姐带你们去，对不对？对对。可是我们制作单位啊很残忍，直接要求两个小朋友去买东西，而且还录成影片，赶快看一下，左左右右出任务喽！大家好，我们是左左右右，我是左左，我是右右。南门市场成立于民国前五年，是台北历史最悠久的公有传统市场之一。市场内南北杂货通通都有，从来没有单独到传统市场买过菜的超萌姐妹花。在制作单位的精心规划下，来到历史最悠久的南门市场出任务。今天的任务将不限时间，只携带500元，要购买一把葱、两颗芒果和一盒八宝饭。在地下室，你从这边直走，左转，下楼梯。好，那我们走吧。走吧。你有没有看到虫在哪里？啊？你有没有看到虫在哪里？猫啊。超。超好啊。在这里。一把就好。好。这里够不够？够。好，还要什么？我帮你装起来啊。好，这里面有这，我们可以不用，我们这里有。好。哇。好，我们再谢谢老板。好。我们走吧。啊。老板多少钱？好了，那么可爱不要钱了。去在一楼，好，在一楼，从这边直直走上去，好，拜拜，拜拜，有荔枝哎，我们问问看老板，老板这边有没有芒果？你有没有卖芒果？有，那你可以告诉我哪个地方有？是哪？芒果。我们买两个芒果，切两个好不好？好。好。两个几块？两个90块。90。那我们，那我们可不可以用100？可以。好，给你，谢谢。弟弟，我觉得好多，可以一起提一下吗？好啊，我们一起提吧。爸爸，要找钱，妹妹，好，谢谢，你好可爱，我在钱包里。老板，我跟你说，八宝饭在哪里？八宝饭在那里啊。好，谢谢。请问八宝饭在哪里？在这里，我们第三次见面了。我是徐叔叔。你们是哪一只左左还是右右？我是左左，我是右右。那你们想要带哪一种八宝饭呢？八宝饭都在这里哦。啊，这就是八宝饭。好，这就是八宝饭。刚才说这里。啊，没有，刚刚这个是这大人才能吃，小孩子不能吃。大小孩子吃八宝饭在这里，这才是八宝饭。我们是，那你要叫你妈妈过来买哦。但是妈妈，她说她不能露脸。走光了之后，我就要过来买就好了。我就说徐叔叔想认识妈妈，这样可以吗？那我先买，然后再买给妈妈就
不行，你妈妈要过来。那我们有钱。我知道你有钱，那我不想要你们的钱。那我去拿妈妈的钱拿过来。哎，好啊，那你再去拿。姐姐，我请你去拿好了。好。妈妈。行哦，这样不行哦，这样叔叔做亏本生意哦，这样不行哦，叫你们妈妈过来好不好？嗯，那妈妈也不行哎。好，那如果不行的话，那你们唱一首歌给叔叔听，叔叔会给你折200块，好不好？这样可以吗？可以，可以。好，大声的唱，送你送你送你，一定会为你为你为你，只要有你和我们在一起。左左右右，永远永远在你左右。好，好，好，好。那时候我觉得他们唱太小声了，我觉得你们想要跳个舞，你们看可以吗？可以。好，再跳舞给哥哥看，我再多送你一个。好，你拿着，好，阿姨帮你拿着，来，谢谢。哦，不客气。加油。大声的唱，送你送你送你，我喜欢你，欢你欢你。只要天天和我们在一起，左左右右，永远永远在你左右。好，那就给你们哦。但是你们要答应叔叔一件事情哦，你们18年后再过来哦。有什么想认识你们哦？可是我不知道18年以后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那等你们20岁的时候再过来叔叔这边啊。好，好，好，来。你们带着去吧，谢谢。啊，300块。我里面300块。好，只剩一个。好，猪猪悠悠，再见哦，拜拜。拜拜。去市场买东西好玩吗？好玩。那以后还想不想再去？想。下次不要遇到怪哥哥，遇到怪哥哥拔腿狂奔，赶快跑就好了，知道吗？妈妈躲起来，你们很害怕哈？怎么办？他们要看妈妈，不让你们买，会不会？那一跳舞，他们就给你折200块，对不对？对。有没有很开心？有。后来你们在表演的时候，有人把你们篮子藏起来了，是不是？嗯，然后。之后他就藏在柜子里面，他的柜子，因为我猜应该在柜子。那你们后来自己找到？但是那个他们不能翻别人的东西。妈妈说不能翻别人的东西。哦，那怎么办？所以他就说好，那就买一个糖果，嗯，2个100块，可是那个。把别人的东西藏起来，然后跟他说：“你买我的东西，我再把你的东西还给你。”那是对了吗？这就是。那你们买哪一样东西的时候觉得最困难？就是那个八宝饭吗？对，因为他一直说不要卖给你们，对不对？对，啊，那你们后来买到有没有很开心？有。刚我们有讲说，因为他们其实从小就一直在面对镜头，所以他们对镜头是非常习惯的。对。不过我想也是妈妈是幕后功臣喽，虽然这个妈妈不愿意露脸。对啊。可是呢，其实妈妈在网络上也上传了很多他们小时候一直到现在的影片，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给观众朋友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看一下小时候的左左右右喽。拜托，为什么？